點啊？係咪諗到啲好正嘅 ICT idea 咧？係咪諗緊跟住應該點咧？係咪想有人幫你揼個 prototype 出嚟，唔使諗到頭都戴埋咧？有冇聽過數碼講啊？梗係有啦，當我懵噶。有冇申請創意微型基金計劃啊？微型？好似你咁微型啊？申請嚟有咩用啊？啊！10万蚊，有成10万蚊資助。係啊，6个月之內分2次，每次5万，等你可以幫你個 ICT idea 整個 prototype 出嚟咯。快啲去呢個網址睇下點申請啦！數碼港培育 ICT 優才。